在设计吃水时电力推进全功率的时候，本船在一米厚的当年冰中的破冰航速能够达到两节。本船成功交付我国通过破冰需求的高中低搭配，自主构建了完整的可靠的科考平台，标志着我国把整个冰区的科考体系向着系列化多样化的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这艘船还将同时搭载无人机、无人船、水下自主机器人等先进设备，依托我国自主卫生网络系统，具备空、天、海、冰、潜综合一体化的科考能力，能够同步完成大气、海冰、水体、地球物理等多学科、交叉学科综合科学考察任务。计划将于2024年下半年开始承担科考任务。